本分局在今天将近一点在罗东镇某处发生这个斗殴事件，本分局获报立即启动快速打击部队到现场来处理，经调阅监视器发现涉案两部车辆，并火速在四个小时内将八名涉案犯嫌全部查缉到案，经了解这个斗殴的原因是因为先前双方的口角纠纷今天相约谈判所导致，目前本案已经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全部案情待厘清当中。现场发现有三名那个被害人受伤，其中一名送医院不治死亡，经我们了解原因是这个涉嫌人在逃离的时候不慎碾压到这个被害人导致。